早安，我们现在到了镰仓，太好了，一大早的开场马上就飞到镰仓了。走吧，因为我们今天晚起，晚起了半小时，天还没黑就起来了。我们原本表定时间5:30出门，结果我们搞到6:00才出门，这不是迟到吗？那10:30就起来是真的啊？哦，好了，我们现在要去江之电铁换江之电铁一日券，然后出发展开我们一天的旅程。第一天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吃早餐。Go go fighting！ 江之电铁在西口，我们现在在江之电铁一日券的售票机前，它也有人工售票，在这里。然后我们的票就长这样，可以出来喽。两张，耶！一日券。我们现在先去稻神崎吃一个早餐。我们现在位于稻神崎站的路上，我们现在要去吃阿萨哥汗吃早餐。阿萨哥汗，应该是阿萨哥汗。我们要去吃什么？鱼干定食哦，是吗？OK。日式的早餐，我最喜欢吃日式的早餐了，太好了。对啊，这家你看人已经很多了。早餐，鱼干定食是这个。对啊，这家应该没有错的，这家。再帮我看一下，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震惊。他居然让我们坐外面，虽然是里面客满，外面的风景是还不错。不过我真的有吓到，我以为是等候席，在我们这里等，等一下进去没有，请坐外面。他给你一个小毯毯。对，他要给小毯毯，还要给一个热水，还不错啦。你看外面还有那个太阳升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棒哎。但是有点冷。你看太阳经过的感觉。哦，你再一个侧脸，列车过去再一个侧脸，就感觉很强哎。车子来了，慢慢转。哦，试一下。蛋壳放哪？有中文吗？没有。蛋壳放外面，放这个里面吧。他现在我们给我们打发蛋，然后连蛋。那需要先等。蛋黄蛋放在这里，然后蛋壳放在这里。然后呢咻咻咻打发，它是打发是按就是那个，我示范给你看啊，我拍了，来打蛋时间，好笑哦，要还是你要架着啊？不用了，镜头，这样我才能完美的记录到你，记录到我。我们要先把蛋打出来，蛋黄分出来，这有点技术哎，加油！哇，大妈哥。漂亮的蛋糕，差一点就毁了。我扶好了，没事，我救一切。没关系，那个没关系。然后蛋有干净吗？有啦，够了，我觉得够了。你再下去，我们可能毁了，不要弄了。好了。我也是蛮会打蛋的。然后打蛋，卫生纸袋。这个好像是什么？这样没有了，是真的要去打他。哦，真的要去打他，打很久。好。那这个我来，我打15分钟。好，加油，我们就来打15分钟。刚好等到他餐来。差不多。身体都热了起来。怎么样？这样还行吧？有没有没蜜啦？叫我人工打蛋机呀、啊！Thank you， 跑啊！嗨，喂，こちらが幅ですね。ありがとう。哇，烤鱼定时来了。真的是打完就来了。对呀、啊，这打蛋只是给我们一个等待的时间，有事做而已。然后我们就要把蛋淋上去，蛋黄放上去，加点酱油 ，show you， 完璧的哦，阿萨哥汗就出来了，开始，你把蛋倒上去，是先倒蛋还是先倒蛋白？先倒蛋白，再倒蛋黄。哦，好绵密哦，哦，黏度感。哦，对啊，很蓬松哎，哇，好厉害哦，蛋黄。蛋黄，
可能要，不然它会飞走。在你用的时候，我再继续打。会不会成功呢？你要小心哦，你要就是滑下去，你要救他哎。哇哦，看背景哦，阿萨库，哇，好漂亮哦，好漂亮哦。再加点酱油，修油两圈。是吗？看你要几圈啊？他们会加酱油。但我记得柚子说酱油要戳洞。哦，对，柚子说酱油要戳洞。柚子。好了，好了。啊，好多了，多了，够了，好了，那你们跟镜头说いただきます。超推荐的日式早餐体验，来镰仓一定要来。这是里面的环境。我们也是很早来，还好有位置，不然外面又在排队了。Thank you， 拜拜。车来，我错过一台了，没关系，走吧，吃松饼早餐，姜汁岛在那里，你看到吗？我们是今天的最后一站在那里，姜汁岛，哇，大海，最漂亮的就是大海了，大海超漂亮的，心情很好，让人很舒服，对啊，心旷神怡，一早看到美景，很舒服，舒服，感觉每个地方。都可以拍出大片的感觉。到了，我们要吃的餐厅，另外一个早餐，算是甜点，这比较大、比较知名、大家知道的。啊，走吧。你要坐外面吗？冷死。我们换坐里面了，刚才坐外面已经冷到了。有人在那里拍照啊，碰到水了，休息。老婆，我们的 pancake 到了，好大，好大、哦，感觉吃完管饱。好了，这个盆不给你吃，我要吃这盆，加点 sugar， 加点蜂蜜 ，honey。结果这个是好像是糖浆。我们差点要把它加到这个里面去。哇哦 ！OK， 啊，いただきます。王美咖啡厅果然名不虚传，好吃好吃。妈妈走下面，画面会很漂亮。你看很多鸽子。Hello， 鸽子。可以跟鸽子打招呼吗 ？Hello。啊，跑掉了。你俩走过去那里转一圈的感觉，我觉得大概就是到这种感觉吧。轻飘飘很开心那种感觉吧。轻飘飘很开心。对，好，拍照。现在是拍照结束态，我现在要准备去摸姜汁岛的水。镰仓的水，长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来了！可恶！任务达成。差点就鞋子湿了。我们来停看看，不要开玩笑，我不敢。好了，下一站。早餐时间结束了，我们现在要去镰仓，准备逛大佛洗钱神，没有大佛，准备逛洗钱神社，跟那一条街，跟鹤八刚八幡宫。我们又回到镰仓站，我们现在要去洗钱神社，因为早上会去那里。先去前面是因为了吃早餐，那吃完早餐呢，就开始我们的今天景点行程。洗钱！哇靠！走上来一个好汉坡，终于到了，靠管的啦，够累的，我们要去洗钱神社了。穴道，
要洗手，洗手净身。再去。洗钱，洗钱从哪洗？我们来买个线香拜拜。OK。我们买了一个线香，它附一个洗钱的钵，跟一个蜡烛，所以我们是要把蜡烛插在这里。是啊。应该是先点火，然后插进去，然后点那个香吧。先点火。这样。然后插进去。然后再点我的线香。应该是这样。可是蜡烛真的太小了。我看有人就这样点。哦，这个比较大，阿廖多。他说这个比较快。那为什么还要插蜡烛？一个祈愿吧，仪式仪式。他们后来发现太多人在这里等这个蜡烛点燃，他们干脆直接放一个大的，可能会它才会比较快一点、嗯。我们依照那个照片的指示啊，好像是中间要我摆摆的就可以摆了，我再插一点点，它那边没有摆了，糟糕。照片在那里，就全部上面的都变白白的。看得到？应该有了吧？哎，有了，有了，有了，你看，白白的。好，我们去拜拜。来，祈求一年的顺遂平安，跟我们大家都能发大财、赚大钱、平平安、健健康康，好不好？大家讲好唔好？快大声了哦，好不好？嗯，好。好，来，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嗨，啊，好有仪式感哦，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好，我们去洗钱，耶、yeah! ！是的，我们线香拜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钱来去洗钱了。我们可以准备台币、日币都可以，但我们可以发大财、赚大钱。来，那我们为你自己洗钱的第一步，手边一个钵，一个钱，来洗钱。天哦，哎呦，一下，哎呦，真有清气哦，真有清气哦，搓搓挪挪再搓搓，再一下了。是的，钱钱，我们现在已经洗好了，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来的人借得，一定要带个毛巾或者是卫生纸之类的，我们可以把它夹在中间，让它快速吸收水分。哦，现在什么都没有，带在那边当狗狗。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能在那里晾缸了。赚大钱的味道，你我都拥有，耶、yeah! ！是的，我们现在记录的就是洗钱成册参拜的过程。我们要先将钱投进去，然后摇铃参拜，许愿一下，让神明保佑你，知道你说你要赚大钱。お願いします。哎呀，赚大钱哦，赚大钱，拜托哟，拜托。哦，心诚则灵，赞赞赞。现在我们要记得一定要来这里抽个签哦，这里的抽签很特别，你要抽一个签。来，抽到什么呢？莫急莫慌莫害怕，很棒很棒。我现在买仪式感满满的玉手，我觉得这个一定很灵验。我买完了一个仪式感满满的玉手，不过他说不能录影，我们尊重包容。反正我有买到玉手，我有看到了，你们有想要来的可以看，我觉得很棒。就是咔咔咔，哇，它附满满满的 buff 能量，赚钱能量。啊，他这签说什么？我说我求的是健康嘛，健康啊，就是耳朵嘛。然后他就说，你的情绪往往不稳定，所以想办法改变你的情绪。非常准了，不好事就发生的。对啊，真是。怎样？我就爱生气啊，怎样？我老婆带他去吃大餐，他才会开心啊。我们现在到了小厅通，现在前往鹤冈八幡宫的路上，好热闹哦。
啊，好多人。太晚了。太晚了，对。我们想要吃镰仓牛冰味，一个牛肉寿司。我想要再吃一个牛肉棒，我想要再吃个牛，然后想要吃肉棒。我们现在吃一个牛肉棒，吃一下牛肉棒。啊，咔嚓咔嚓，好吃吗？牛肉棒好吃吗？很熟悉的味道。该不会是什么可丽饼还是牛排之类的吧？炸牛排，真的、哦，我吃我要吃哦，牛肉棒。水饺馅，对，猪肉水饺馅那样味道，水饺馅。分落差有点不一样，跟想象有点落差，不是那么好吃哎，有点普通，我不爱。但有来可以试看看牛肉棒，牛肉生鱼片，豆手，很爱吃牛肉。嗯，拜塔贝鲁，送吧。はい、いただきます。这牛肉吃完了，我觉得有体验过就好了，可以有机会都可以体验，有体验过就很棒了。你看到什么？地瓜冰淇淋，看起来好像不错，泡芙的感觉。好，排队。这好像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他写苹果，苹果派。嗯，好吃的苹果派吗？还没吃到馅。还没吃到馅哦。它苹果好大颗哦，而且没有烂烂的，还有奶油，嗯，有点母，好吃。可是路边看到的，我觉得蛮好吃的。可以买，比那个牛肉。接下来排的是咖喱面包，这也是很有名的，真的是很多人排队，真的有名。希望不会让我失望。我排好了，拿到了，色泽感觉不错哦，一级棒棒，一级棒。来吃一口，来吃看看排队已久的咖喱汤。皮薄馅多，咖喱味浓厚，我觉得可以再吃另外一个。我买了两个，这样就不用排队了。好吃，推荐，真的好吃。嗯，嗯，拉丝哦。嗯，嗯。会不会有人买了去把那个馅倒出来配饭？我觉得蛮好吃的，可以配一碗饭。满意，满意。来，加油。努力，抽超久，好，大概也开始了。经过一间烤团子店，梦见屋，想要吃看看。我想点一个四色团子，吃看看。梦见屋，你先吃前面两个。好，不然我先吃前面两个。因为前面两个是毛豆口味，毛豆跟樱花。后面的可能就是抹茶之类的吧。那我吃第三个。好，那你吃第一个。第一个是樱花，好像是樱花。你现在樱花的 sakura 的感觉好吃吗？咸甜咸甜。咸甜咸甜。那我吃毛豆的。吃完了。口味是樱花、毛豆、栗子、抹茶。毛豆的味道比较特别，可以试看看。其他的就比较中规中矩的团子，加一些甜甜的味道，这样还不错，很棒的体验，人生体验。我们要找大佛鸡，不算 Gage， 大佛鸡蛋糕，看看大佛鸡蛋糕在哪里。啤酒，我发现一拜塔贝鲁一个啤酒。原唱？我不知道，他介绍的，他说这个是 Dining Kino Shohin， 来喝看看，一口。没有啦，
蛮顺的，还不错，没有那样刺激的味道，咕噜咕噜咕噜，你看一下就没了，像汽水。喜欢吃大佛鸡蛋糕，这个状，一个奶油，一个红豆。Thank you。Cream and go。你买两个。Yes。你说你买一个。一人一个刚刚好，不会吵架。一个红豆，一个奶油，这是奶油的，这是红豆的。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红豆的。好吃。红豆很香，不会很甜，甜而不腻，相当顺口。你会加这个？不用，我们拿来吃。我觉得还好。你觉得还好？我觉得刚刚那个咖喱面包是最强的，苹果派跟咖喱面包是最厉害。Thank you， 都可以吃看看，这个造型也很可爱啊，虽然被我们咬掉了。大佛已经没有头了。他，你吃他的这个，他的那个馅，我觉得那个苹果派比较厉害。这个馅就要人家是苹果派，拜托。苹果派旁边不是有一个可丽姆吗？嗯。这就没那么强。它是比较传统的奶油，传统奶油跟那个苹果派那个是现代奶油那不一样。狗嘴一直吐出。这个比较有传统的味道，好吃，可以接受啦，可以买看看，都可以试看看。终于到了鹤冈八幡宫，今天还有小摊贩，好棒哦！不知道这是常驻商店还是之后就会撤掉。大马铃薯 ，potato。哦呀，长面面包。哦，苹果糖葫芦，拍照，马友在这里拍照，我们在这里拍，你一定比他好看。Nice, nice, good, good。哎呦，もう一回哦。哎呦，卡哇哟，お嬢ちゃん。I meet you. Smile 哟。哎，いいよ、いいよ。再一个，再一个。哇、哦，很漂亮哎。这台阶也太高了吧，我已经走一整天没力了，加油。这里下去的景色也很漂亮，晴空万里的，然后太阳很舒服。今天好像说什么下雨，结果没下，对啊，超棒的啦。但知道我们要来这里啊，不敢下，大太阳，对啊，还有平常烧的香有够多、哦、你没回光，这是拜神是要拜几间？就是说虔诚啊，够虔诚。里面人太多，小象鞋不能摄影，所以我就没有拍了。我们去逛逛。妈，100块准备。它这有那个药到病除的，去除你的霉气、霉运，还有不好的东西。还有个规律啦，先往左，然后再往右，再往左，然后出去。先往左，再往右，再往左出去哈。记起来，记起来。好，试看看。我拿了一张，你就跟着人绕就好了，你就跟着人绕。然后再一圈，然后再一圈。OK，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呢？哦，把它插到身体上，然后吹气，然后丢进去，插到身体上，把霉运擦掉，然后投进去，拜拜我的灾厄。哦，我感觉我好运了，好运到，财神到。这里还有很漂亮的灯笼阵。我猜这应该是有人捐献的啦，但是不知道捐献的是最上面那一排。对啊，是最上面那一排啊。灯笼是什么？他捐献这个这个酒，这是酒，这里面是放酒的。他是捐献这一壶酒是吗？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喝。然后
我再去找资料，再写在下面。这种清酒又称御神酒，神社庆典跟各种仪式都是重要的存在。被选上的酿酒厂也是把这当作是一种宣传手法。我们家的酒是神喝的酒，你喝的酒神也在喝，你还不买爆它？我们现在到油比冰站，我们要吃这家的鲷鱼烧。看起来是有排队呢。嗯，最讨厌排队，不过应该还不错吧，没有排很长。计划满，计划满。哎，到了。鲷鱼烧，哎，鲷鱼烧。妈妈去点餐咯。OK， 我们点了一个安狗跟一个巧克力。我把它放。香香，他说 so hard， be careful， 他叫我小心一点。是吗？是这样念吗？我不知道他该怎么念。他说很烫啦，叫我小心一点，一定要小心。香。我觉得蛮好吃的，它红豆只要红豆好吃，其实都不差。它的皮不会很烫，内馅超烫。第二烧吃完了，现在去大佛看一下大佛的状况，应该就躺在那吧，坐在那吧。对啊，我们到了长谷的长谷车站下车后，走一段就是镰仓大佛，太好了，又完成我们今天的一日清单的其中一个。大佛走是吗？它怎么封起来了？大义山，这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吧之类的。看完大佛，马上要去江之岛。大佛在哪？来洗手，洗手，一样要洗手。风姐马送镰仓大佛国宝。颜色差一点，我看看，石头大佛来，有石头有大佛，给我一个耶、yeah ，好 ，OK。软，那是八卦山的吧？我们现在结婚了，所以是这个没有用，好不好？完一圈了，太好了！我帮各位观众朋友省下了一笔门票钱，打 buff。我帮大家省下了300块，大家可以直接看我的影片。哦、跟大佛说拜拜，大佛拜拜。去看那个。我们去台湾看你的亲戚啊。我们现在到江之岛了，可是时间有点哑巴，4:10了。我们走到江之岛大概4:40。我们要去的那间神社可能要休息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快脚步。先吃吗 ？Cookie 大饼干那个、哦？好好好，先拿，先买，先买，不然回来可能就不会经过。这是一个超大片的鲜贝饼干，他现在正在把章鱼给压扁扁。章鱼的惨叫声有没有听到？不要，我不要扁了，叔叔，我拿皮饼，我变饼干了。大概是这样，好吃就好。他说：“我将生命奉献给你的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Thank you。哦，他扣3杯。我这是一大片的。一大片剪成这样。对。没有啊，拍照应该是那个上面那个应该是。他可能怕风太大，所以帮我们剪成这样。那很大的。很有章鱼味，我觉得还不错哎。饼干、虾饼、虾饼、章鱼饼，很酷，很抓嘴的饼干。路过可以买，好，我们快点去，快点去神社。我们离江之岛越来越近了，加油！过这桥就可以到江之岛了，开心。今天的行程好像都有意义的都有完成了，我觉得蛮开心的，赞。到了江之岛的关键时刻，
就最后一里路就是这样，这么多人，然后大家要开始上去参拜。哇，这么晚还那么多人，吓死了。对，看夜景，加油。我们到了，这个是走楼梯的，我们走电梯，电梯在这里。你了 ，man， 聪明人坐坐电梯啊，健身人就走楼梯了。电梯最方便啊，等推等推等推求了哦。你看这个这么陡，要走楼梯，我腿都废了。Neko Chang， Hello Neko Chang， Kawaii no Neko， 你帮我排队。哦 ，Neko， 拜拜。吃很好的啦，剩百块啦。OK， 江之岛电梯 Go Go Go。哇！湘南的宝石是这样念吗？很美。湘南的宝石。哦，きれい，きれいね。好，剩下你们自己来看。哦，第二个楼梯是 Round Two 的，是吊灯的系列。きれいね。很高走楼梯。哦，我脚头无法度啦。好啦，飞去哦！我脚头会烤，跟你讲。明天的行程我们行。好了，剩下你们的自己来自己看。到了，好像还有嘛，在渡边神社上去好像还有。边境神社啊，边境宫。哎，投钱哎，我要投钱，我秀给你看。这也可以洗钱，也可以投钱。Show time。Nice。再次。看不到。没有投到。就是没有投到的意思。Yes. 这里比较近哦。对，好像。哦，好。烂透耶！啊，骂包两次不能再投。Boy， 是日本三大财神庙的其中一个。你要参观吗？好像也还好，好吧。这个、有兴趣的可以来看。看一下。这也是我们走回去的路。对。我不知道啊。好，走，我们快上去。哇，耶！很漂亮哦。有点下雨了，糟了，有点糟。我们到了，可以入园了。我们要到那个塔上，最终目的地。但今天就完美了，加油！就加油！加油！好棒哦，今天很开心。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江之岛跟镰仓，就是风超大，大到一种可以把我们给吹走，吓死！来，丽儿喊一下。哟，好咯，真幼稚。没有声音。这里有很多玻璃吊灯哦，到五点半的时候全部都会打开灯，棒，很漂亮哦。嗯。塔到了，我们可以上去了。我们买的票是可以直达塔顶的哦，花一点钱就可以享受美好的事情，超棒。今天因为强风关闭，我们是最后一个，好幸运哦，好爽。拜拜，好开心哦，我们刚好最尾端，最后一个 ，lucky。哇，人超多，然后呢？等一下点灯应该是在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有整个塔都在，现在因为强风，整个塔都有晃到。哦，干，真好晃哦！不说没事，仔细注意的话，超晃的，好可怕、哦。我晃到了晃的柱子，这柱子里面都是风的声音哎，真的好晃哦！天哪、啊，风真的很大。我、哦、干，这很大力耶，有那个地震。你看，等头有点海，看得出来吗？他不会强制疏散啊，真的好晃哦！啊，你看这些啊，
要造成大家很坏，真的很坏。你要造成。哎呀，东。那他还是有在放人啊。那这个可能是下面的购哦，不能再买了。走吧，我们去看点灯，点了吗？他还是要把这些人烧了。对，我要把点灯的立额拍得美美的。要确定哎，点灯最难拍了。确定啦，包在我身上啦。点灯了，很漂亮。哇，又漂亮又冷。啊。奇人呢？好冷哦。真的又冷又漂亮的。对，难怪就是香南的宝石啊，超美的，到处都是宝石，到处都是宝石，宝石，你是我的宝石，确定呢？确定啊。我们现在下山了，上面真的是冷到一个爆炸，冷到一个极致。帽子怎样？拿上来。想要吃布拉吉料理，我看一下，有布拉吉料理吗？有哎，可是他这写什么？现在应该是禁止的，所以只有熟的没有生的。是吗？要考虑一下，我猜应该是啊。所以是迷。现在风大到大家都在这个江之岛跟那个岛上的桥奔跑，太冷了，而且又下小雨。冷的是人家伤心。好冷哦，再看大岛的另外一边，可能会比较温暖。加油！我们现在吃的是海鲜江之岛小屋，就在江之岛桥跟陆地中间往左转一个地方。它评论蛮好的，来这样看，其实很多人都吃午餐，我们是吃晚餐。那现在好像没有生的那个布拉伊饭，所以我们点熟的，刚好还有熟的，我可以接受。感觉就很好吃，很厉害，而且店面超低调的。比如 ，Thank you。比如是必须的。这是我的布拉伊洞。等过来，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奥托罗洞，它是小块搭切成碎碎的洞。哇，好开心哦！终于可以吃到布拉伊。那我们开动喽，吃完再讲结果。いただきます。那江之岛小屋吃完了。好处完了，我觉得还不错啦，蛮特别的。但如果是有沙西米的那个乌拉伊，我觉得会更棒。那听人家说都要排队，我们都没有排到队。可能中午吧，中午比较多外来客。嗯，我觉得好吃，幸福的感觉。不过没有吃饱，我们现在要去吃汉堡，汉堡亲，汉堡排，汉堡排。OK， 好吃汉堡我来了。我们今天从江之岛回去的路线，我们要坐湘南江之岛站的单轨电车，来体验一下单轨电车的魅力。哎，它是挂在那里呢，你知道吗？世界第一台单轨电车好像就在这里，好像啦，我也不确定。我们现在坐到单轨了，司机好像休息串班了，我去看一下前面。没有，看一下，司机应该在检查车厢啦。检查完了吗？没有吧。那我们要坐最前面啊。很酷哦，它就是这样吊着开的哦。我们这块买录不到，好虚哦。如果再早一点黄昏的时候，可能录得比较清楚。我现在只能录到我们的样子。又又湘南三轨。这叫什么车？往上吊的电车有。可以看到那个吗？江之岛的那个灯吗？太暗了，好吧。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啦，加速还蛮快的。车上很少，没有什么背景车。好，江之岛那个车。大方，好了，休息。耶、yeah.。我们现在回到新宿站了，我们今天疑似一副手套，在我不知道你戴着，我们疑似一副手套在那个江南那个单轨电车那个厕所里面，我们的
大船战，大船战，有遇到的朋友可以帮我们，不知道几个月后才发一遍。好，我们现在在新竹要吃那个铁板牛排，金素店。猫咪，来看我嘞，来看谁？走吧，他看你过马路啊。铁板牛排，哇，走吧。小心走，排队完了。哇，太香了，很多，那排一下吧，你。排没事就不要。香了。不排吗？我们都来了，你都丢失一副手套了，你还想不要？丢失跟吃这样子没关系。没有关系啊，但是我想吃啊。韩共。这些什么 ？Thank you. This is special one. Right, some more animal. Russian animal. Okay, thank you. I'm not feel. When you have to pay the item, I'll just give it. Okay. Yeah, some animal. Come on, come on.很厉害的感觉哦，是烧肉酱，哦，不知道什么酱，OK， 阿里亚多，你这也可以加，你自己加，香呢，五百啦，这间表是五年哦，还有我爱吃的 potato， 赞。汉堡肉，对，日本人就爱这一笔啦，我也爱这一笔，赞啦！好，我去帮你盛饮料，饮料好像是自助的，好吃吗？好，那我们开动了，吃完再说感想，いただきます。我们吃完了，超级好吃的啦，忘记拍结尾了，呵呵。